We'll be right back.
新闻网。在昨天的模式杯长发风采大赛中，有一位少数民族的选手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。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来自满族的选手丁辉，那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位满族的长发女，我叫丁辉，来自辽宁鞍山市。我目前的发长有2.10米。长发留了多久了？从我上小学开始，一直到目前，留的能有将近17年到18年之间吧。17到18年。据我所知，满族的人啊，非常重视这个长发，非常看重头发。记得这个有一部电视叫《还珠格格》，那里面好像这个皇后把头发剪掉了，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就是从打清朝开始一直到现在吧，我们满族人对这个长发都是有一种像刻意的一种偏好似的。像我母亲，她就是留长头发的，而且我母亲对于那个年代来说，她是发质相当不错，也可能说我带有一些遗传因素，在本身一种是满族的女孩哈，我们长头发很多的，在你们村子里，在我们当地，在我们当地那些长发女哈，我们都是经常联系的，包括上我们当地电视台呀、一些新闻网站的哈，我们都上，我们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小团体的春晚呐，当地的春晚啊，我们都是要去编排节目的。所以就是也是宣传当地的一种文化。我的所在是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，它是一个特立的县，满族的。那个男人留长发？这个倒没有了，早就没有了，被现代的文化已经割掉了。那女孩子啊，是不是从小就开始留呢？